欸，我想买巧克力酱沾乐事试试看。乐事，对这啊，感觉很奇怪吧？咸的又甜的。这样才好啊，吃不腻啊。没有任务。等一下啦，然后你等下我进我也的任是。务，你可以选区域，就看一下你有什么区都没开，就知道了。然后之后你在自己玩的时候就可以去探索那区域，他就说这地方适合扎营，下一次进来的时候那边就可以进去，对，直接飞到那个点。你就是要缴交那些采那个收集任务，感谢雅思的可礼以先不物。要一直拆巧克力吗？土沙哦，土沙跟纸火。还好啦，小 case。我来考虑，因为我现在有四个营地。一号，你去一号。等下跟着吃火龙部队走。好。那有谁？我是跑啊，去我去。十一耶。你要去打那个吗？你打屠杀。对啊。那我打吃火。然我后去找在失旁边火捡他的主机掉落物有的没的。，OK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包乐事是7月过期的哦。7月过期，对，7月过期，可是还是嘎嘣脆。哇哦！就说他们那天送了我真的将近卫生纸箱的一大箱，还哇，蛮撑剩的太哦。多了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没有继续吃，就是因为痘痘太多了。吃太多了。你们看，我脸上痘痘都是你们造成的。有很多东西你还是要上网找那它的位置跟获得方法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查的。哎、欸，有红暴龙哦！哦，有足迹哦，恐怖龙。恐暴龙的足迹哦。哎、欸，你好聪明哦，你竟然是标着音乐走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要在音乐的？是我看你的台好吗？不然找不到路。这什么呀？水球罐。打火属性用的。啊，应该也叫你来十一营区，十一营区有很多吃火龙的族。啊。你在打了吗？在打了，我要打哈。你自己小心哦。吃饭吗？我好像没吃饭。你没吃饭，赶快去吃啊！啊，去吃，我去，疯啊！火啊！啊，我那个龙的那个不能取消。你打他，你不要用龙的吧？我想说，他那时候僵直在那里啊，结果没想到他直接转头。哎呦，他钻过去了。不要一直踩我吗？你好烦呀、啊！怎么又钻过去了？你要钻几次啊？啊算了，你过去钻就我。我磨个刀，我磨个刀，他又钻回来了。怎么有钉子啊？怎么有柳丁枝啊？红暴龙？怎么有柳丁红暴龙枝啊？啊？有柳丁枝？我想说柳丁枝啊！他不是冬瓜吗？怎么会变哎、欸，柳丁枝？后面卡了，欸、怎么掉的？哦，他卡了一下。我想说，我后面怎么卡了那么大下？他被恐暴龙打死了。我的老天！我被撞一下，绊一下就没了。我还是乖乖站在旁边好了，我觉得。跑掉了！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！不要走！
刚刚就是怎么有柳丁汁啊？我哪有说柳丁汁？我有吗？有啊，柳丁汁有啊。怎么还有一只？讲的怎么还有柳丁汁啊？像啊，回来，他在这里。不然你飞十一号营地，然后往上走出来，有很多吃火龙的组织。我还能飞吗？我现在跟着你。你要先脱离战斗。嗯。他已经上了耶。啊。哎呦。十一号。后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！他去哪里呀、啊？战友自己小心啊、哦！他去找你啊、哦！三！哦，三！啊！去死啦！哎呀！哎呀！再打！哎呀！你是奇灭族哦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！啊！我直接被喷死了一下。大爷，饿毛了！大爷，不能再死了！大爷，大爷，不能再死了！你不要出来了！你不要出，你不要打龙了！不要打龙，你自己躲躲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再打我了！就跟你说，你现在装备被他碰一下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好吧，那不然我去找十一号营地采集机好了。采集。十一号营地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干嘛？这还不行。让他跑屁哦！完了，我没有了。啊，晕了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哎、欸，刚才差那一点点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酱油，嗯，你标记我，红色的那个，你标记我们。好、啊，我等一下带你走这一层，最后的路。过来，到我这兒。不要过来。哎呦，我可以挖它吗？可以，你赶快挖。烦死！没想到，看不到啊！跑！我还蛮想看恐暴龙吉柳丁的样子。什么东西？恐暴龙吉柳丁啊！哦，应该很可爱，手超短，然后那边吉柳丁挤不到这样子。他用嘴巴转啊，嚼一嚼把柳丁汁吐出来。来这边，走这里。来这边是，欸欸、啊来不及了，我本来想说要抓，那上面要有蜘蛛才要抓，没有蜘蛛就不用抓。哇、哦！干嘛？有骨骸，抓，哇！哎呦，他怎么跳这么远？啊，是我跛脚，那该要飞在这边了。空、欸，那你上去有足迹就踩，我去拿陷阱。好。因为这边是吃我的家。哇、哦，我没事啊，我被踩了，算不会痛。我不会痛。你跳他，你要跳他背吗？啊，跳不到，还是双刀不太能跳。哎、欸，你等下遇到不要打哦。他会不会来打我？不会，你不要去惹他。好。他在睡觉哎、欸，他走，他在走路。好，你有东西就踩，前面有足迹，很多足迹要去摸。锵！这是恐暴龙哎、欸，踩就对了。好，踩、嗯。这个有一股，就是他吃碎的骨头吗？哎、欸，我不要，有人看到啊。挖个石头了嘛？
啊好。哦，来啦！八楼。你走了，冲啊回！啊，你记得卷第四个哦。有蛋呢、欸。都捡啊！啊，那个不用搬，那个不用搬，滚一下，滚一下，滚一下，放开！对对对对，赶快捡东西，赶快捡东西。因为会有个搬运货的任务，就是要捡蛋。哦，来不及了。没有，你现在这个任务要额外的。嗯。哦。那个不急，慢慢来。哦，你的。然后这边开始就会有宝玉了。宝玉，贾宝玉啊，嗯，哦，我这里可以挖到我那个水晶吗？什么水晶？我看我要做护食的水晶。水晶都璀璨的水晶吗？是我宫崎骏哎，嗯，哈，一开始送的那个吗？哦、第一颗吧，哦哦哦对呀、啊，工匠送你的吗？对啊，啊，第一颗，下子，我想说，打拿到水晶也太扯了，打的是攻击猪人吓到我哎、欸，那以后我还不是狂刷他？这什么吃火龙？什么阿法贝塔的装备吗？就是更进阶的装备啊，上位装啊，哦，骨质上位装。嗯，那你可以做骨质上位装啊。是什么？你先把装备拉上来到上位的等级，不然你被碰两下就死掉了。你就是碰两下就死掉了。来，你一样来十一。十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大家吃饭喽。先加入。我就直接去一打他了。十一，是，嗯，我要吃个饭，看能不能活比较久。你吃，你等下来十一之后，就往影院那边走、嗯，记得穿那个紧身衣装去捡他的那个足迹掉落物。往哪里走？影院。哦，好。先把东西放进去。啊，像断尾部位破坏也会加那个调查点。嗯，要等他调查满了之后再能到下一个任务。对啊，就会有萤火龙出现了。我怎么知道我的调查有没有满啊？最后结算的时候有一个进度条。哦。刚刚只有到三分之一吧，没看错的话。嗯。啊，被丢包。你就走刚刚带你的路线走。偷看一下补给箱。你现在就放了？你等到脚先换上吗？我说到影院那边，你再换上。哎、欸，那现在换他打就没有了吗？不要攻击到哦，你攻击就没了哦。啊，影院，你先沿路捡东西，捡完东西再去影院那边、嗯。哦，叮。哎、欸，我看你拖哦，没有。骨头。我们这个车打什么？一样啊，跟刚刚刚一样。好、哦，我看到恐暴龙了。恐暴龙，我们来玩。等一下，我没吃饭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有吃？对，我吃。我看，哎呦，我有看酱油的画面，你有吃？哇，小鱼耶！不要跑，你跑太快啦！哎呦！我以前是喜欢带那个啦，挖东西的护士在打怪。哦。可是后面开始转伤害的
打法就脱掉了。狂野水果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啊，没想到这是蜜蜂吗？不要一直掉啊啊啊！我没体力了、啊、你怎么了？不能抓。打不到我，难道哎作弊？哇！买啦！哎、欸，作弊！你尾巴怎么大？你三一只能穿一次啊！你结束后马上脱掉，时间到后会都会再出来。嗯，他说我时间已经到了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了。怎么又有毒？作弊！我下次要穿耐毒装。啊！晕了啊！啊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没闪到他，可恶！回来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？嗯，恐暴龙，你跑去哪？我原来就是他，我想知道想从我边跑过来。哎，这仙人掌会吃到那个恐暴龙吗？会啊！我踢他了，踢他了，刺他！白痴啊！哎，好爽，我的刺好多哦！大爷，你们在这里，大爷、啊。我来捡东西的呀。这里很危险啊。我看他跑过来。哎呦！晕了，又晕了。快跑来打我！大爷快跑！老爷在看，大爷快跑吧，夫人在看。大爷来追你啊，大爷！啊！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！大爷，他很爱你啊！大爷，快跑！大爷，错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那是猫猫。哎，死了没？还没啊，这只没那么好打。啊！太帅了！没有柳丁，你在附近偷打还是在偷挖东西？你们两个这个血量，我在挖东西啊！他突然跑来找我，就说这边很危险，快跑了！不要在那边一啊！没有，我先闪，我先闪。讲不听呢，你不能走，合作欸、你不能走啊！哎，好烦哦，可恶！你。我只是路过、啊欸。他跑去咬谁？我想说你应该在跑了，结果你还在旁边继续挖。我没有挖啦，我刚刚是投死了他。就没想到我连怎么是恐暴龙？哎、欸！啊，我被……嗯，我这边好爽哦！哎呦！哎呦！作弊，用踩地板的作弊。忘记要怎么解那个哎、欸，恐暴龙给的那个状态。啊，时间到就没了、啊。等时间到，对吧、啊？哎呦！
哎呀，干嘛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这是。不行。啊。伊娜，伊娜啊，痛。我就用机会啊，还要把心不关我的事啦。他说想买这个东西啊。我要掉下来了，没体力了。哦，哎，吃火龙来啦！怎么都这啊？他跑过去啦！他跑去哪了？跑在你们那边了。你们在跟瓜瓜玩冬瓜玩？冬瓜？哦，瓜瓜是，他是瓜瓜，我就是大冬瓜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刚刚不在打那个屠杀。现在是三只汇合。拔断喽！